Okay. Okay.帮我去看那个杯子，不要掉下来。
吃。差不多了。这次肯定会成功。纸放对了就没问题。它这个是热升阀。就是那个油墨啊，就气化，它都不通过那个，刚开始是固体嘛，不会粉末在上面嘛，不会经过液体了，直接就成那个气状了，直接就敷上去了。它对那个衣服也是可以的。差不多了。开烫就放到旁边，哦，放旁边怕烫到油漆。这里应该垫一块那个不锈钢，这样子就别人放就好放。他肯定有工作材料别人上的。你这边放不稳啊，垫一块不锈钢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问题不稳，不稳定，放杯子这样它会倒掉啊。那肯定边上有工作台的，他肯定放在工作台上放，等下这边有工作台就放在工作台上面。拉掉，能不能拉掉的？我拿不了，呵呵，我没戴手套。怎么找回来？就搬一下就掉了，那这些没有什么，粘上去了。哎 ，OK 啦，很漂亮啦，搬一下就掉了，哎，真的是漂亮，啊，非常棒。好，打样成功了。温度关掉了。关，刚完了。哦。